7月6号，然后是我的那个发片日，所以呢，按照传统，我应该是要那个到唱片行来买一张自己的 CD， 这样接下来买。在哪里啊？找到了，这张。这么大啊，刚太小了，所以不小心拿错了。7月6号，我的专辑发行了，今天就是今天，所以呢，我也这个不免俗的自己来买了一张，然后希望能够顺利，然后大家能够支持，这样子做音乐的人可以再继续做下去。那我要去结账了。有海报哎，放在秀中一下，好棒啊，这个买。这位仁兄的专辑，就是送他的这个帅气男宝，大概拍了几百张，就这样最帅。物超所值吗？物超所值绝对不在于海报，在于里面的音乐，因为是花了3年非常非常努力用心创作出来的。所以说，音乐价值不在于包装，也不在于海报，也不在于帅气的外表，是在于真正在制作这音乐的热爱音乐的热情，跟想跟大家分享音乐的那个。的那份心情，也很希望大家支持。自己先买一张啊，这是传统，对不对？要偷拍，很穷，存款就剩5000。为什么小姐姐在偷笑？因为她觉得这个人很好笑。因为我知道。谢谢大家，加油加油，拜拜。